41岁的黎兴伟是其中一条渔船的掌舵手。早上9点，他正组织船夫们检查渔网和拖网绳索，为明天的出海做最后准备。我是汕尾本地的，就在汕尾土生土长的嘛。我做渔民有21年了，就是2001年的时候就出海嘛。我们休渔期啊是3个半月吧，就是5月1号到8月16嘛。那些鱼苗都是这个时候，那5月份到8月份这个时候产出来嘛。如果你那个时候去拉鱼的话，那个鱼苗就给你搞了。大概6月份开始就要准备工作了，油漆啊，生产的这个网烂锁什么样都要维修一下嘛，所以一般都要准备1-2个月才可以的。出海也要那个粮食什么样都要准备好充足的了，起码1个月的粮食。黎兴伟的渔船是一组双拖船中的其中一艘，出海捕鱼时两艘船拉一张网，共进共退，对配合度要求极高。这种双拖船的形式在汕尾当地十分常见。一对船就总共是18个人，那个船长就是正船长了，我就副船长，我就好像配合他一样。我们在大海的时候啊，他收到鱼货哪里好，我们两个商量，最后结果都以他为定，这样子。早上8点，黎兴伟带着最后补给上了船，船夫们和主船在对网绳做最后的校准。而黎兴伟则一个人来到船头，有一件事在出海前必须由作为船长的他来完成。在汕尾港旁边是汕尾的凤山妈祖庙，黎兴伟说出海前他们会从妈祖庙求一个平安符，期待着平安返航，渔获丰收。都是这请来的这妈祖，凤山妈祖那符都是这样的了。我们搞渔民，我们每一年呢就刚出海就喂好，然后到差不多过年那段时间就不怎么好了。希望呢、啊、希望喂好拉好多一点啦、啊、这样子。中午11点半，汕尾港所有要出海的渔船已在入海口做好准备。12点一到，一众小船一马当先，全速马力冲出港口，大船们紧随其后。伴随着轰鸣的汽笛和船头点燃的爆竹烟花，他们争先恐后地驶向蔚蓝的大海。
岸上收来的海鲜进港，一上岸，摊位便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。这也是疯子今天的目标，但挤在人群中的他却迟迟没有下手。这条船是整个码头第一艘回来的货，通常卖的价格可能会偏贵一些，我们就等一下，因为等一下陆续应该还会有一船回来的，所以我们就等一下再下手。哎，小夏，我们的话在码头的话也是有几条就比较熟悉的渔船的，然后他捕捞到什么鱼的话通常会发过微信，会告诉我啊，今天啊疯子啊今天有什么什么货，然后我就说行，全部都留给我。我是2002年入伍的，第二年的话就去香港了。2004年的时候经历了我们驻港部队在香港的第一次阅兵，2010年的时候我就退役了，就回来老家了。做这一行的话估计有做了有差不多有5年了。我老爸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渔民，出海去捕鱼的。然后我爷爷以上基本上都是渔民，有出海去捕鱼的。就是我这一代的话我就没有，但是我们的海边长大的人都特别喜欢吃鱼的。这个行业的话说实在就是做自己的话是比较喜欢这一块。二马路是汕尾市区最繁华的街道之一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这里各类海鲜排档、小吃摊车纷纷开张。26岁的苏浩义和父亲在二马路上经营着海鲜排档。开渔第二天，刚上岸的海货已被摆上冰台，食客赶来品尝这第一口鲜味。从1997年到现在25年了。最早开这店的话是我父亲，他是摆地摊吧。后面是因为租的店铺是他要收回，我也要创业，所以我就另起一家，主要负责海鲜就是他去搞，因为他比较熟悉这些，我的跟这个负责经营。4点开始到凌晨3点，大部分都是当地人。因为我们做的比较适合大家口味嘛，就是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新鲜的给顾客就可以了。在这里生活啊，就说怎么麻雀最小，五脏俱全，啥都有，平凡一点吧。夜晚的汕尾，一边是火爆的厨房里海鲜翻炒的声音，一边是海滨大道上人们唱歌跳舞的音乐。昨天轰鸣着发动机冲出港口的渔船，此时正安静地停靠在码头。在一阵阵清凉的海风中，这座海滨小城伴着海浪的拍打声，轻轻慢慢地进入了处暑时节。